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允哥。最近我们跟奈翔购公司合作，那他们有寄几样商品来跟我们合作，那是鸽子的营养品啊。那这阵子用下来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获得状态一直都很好，所以说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分享的东西一定不会是那种随随便便，就是我如果用，我觉得好用，我才会分享给你们啊。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。OK， 各位就是这三样产品啊，那第三样在这边。OK。好，那首先呢，第一个是我们多利胜的金骏油，它是用来改善它的羽质的，对啊，或者吃了之后，它的羽毛有变得比较漂亮啊，对啊。然后第二样是多利胜的分爱精油，这两个都是加在饲料里面的。然后这个分爱精油呢，它不是水溶性，所以加在水里面的话好像不太 OK， 对啊。那它是改善它的呼吸道跟消化道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他们吃了之后就是。霍尔的大便有变得比较圆、比较漂亮这样子。好了，各位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便啊，这些，对啊，都很圆、很漂亮。然后最后这个是效果最明显的，它多益生的霸天定，这吃下去真的是病变体啊，就是它整个体力跟精神都会提升。那我去问了一下他们，这个是就像我们吃的维他命啊，还有 B 群这样子，它就是有助于改善它的体力，对啊，我觉得。宠物鸟吃了之后就变得比较爱玩，那铲屎官就会非常的辛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以下的片段。好了，他现在要强奸我的包包了。看他真的是怎么玩都不会累，霸天定真的超好笑的。不过我其实不知道他那个精神那么好的诱因是什么，对吧？反正就是好啊，多运动好不好？这样肌肉比较强壮。霍尔啊，你在干嘛？好啦，他的脚最近真是好超多，他现在要抢进卫生纸。我其实不知道他要干嘛。反正就是我躺在这边，然后他就走过来了。对，他现在进一块空这样的房间了。好啊，他今天真的是精力充沛啊，我都快跟他整死了。对，他现在真的超级爱玩。不，你不要看镜头，我就不说你刚才欺负我们的小鱼了。啊，你真的欠揍哦。所以各位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体力是在好几点的、啊。那厂商真是很贴心啊，因为我当初跟他说霍尔的脚他需要比较多的运动量啊，这样才能复健啊。那厂商就非常贴心的寄了霸天定给我们，让他有更多体力可以复健，继续走、继续跑这样子，对吧？只是我会被整死而已啊。但他现在真是比较没有白卡的症状，哎呀，他的脚现在非常稳定，真的非常棒。水放到一花开富贵。OK， 各位，这是我们的新料理啊，霍尔拼盘，烤乳鸽的概念。好啊，那这一次这个产品我觉得还不错啊，但是毕竟营养品这种东西呢，它不是像我们喝水一样可以无限畅饮，所以我们多少还是要注意一下它使用的分量啊，因为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啊，吃太多的话会肥胖，身体机能下降啊，吃太少也会虚弱。所以说，我们秉持中庸之道，过于不及皆有失之，这个概念就对了，好不好？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订购他们的商品，购买链接我会放在下方说明栏，那输入这一串折扣码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。那也可以去他们的 FB 粉专按个赞啊，或加入他们 LINE 官方，他们也有 YouTube 频道，也可以去按个订阅。好，那这个订阅我会放在结束画面，那其他的我就放在说明栏，一律统一放在说明栏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啊，如果喜欢影片就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频道。我是运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